喂，喂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啊，珊珊啊，我马上到，我老板喝多了，刚给他送回去，我现在又给哥们送个资料，真的假的？我怎么能骗你呢？真的。渣男！你不是说找哥们吗？哎，喂，珊珊，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听我说啊？刚那不是个女的，哎，不是刚那就是个女的，但不是那种女的。珊珊，你听我说，喂喂。 他克我呀！哎，松木，他真住这儿啊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俩岂止是认识，我们俩有太多故事了。你怎么这么看着我？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，他好像是楼底下卖冰淇淋的，一见到我就怼我，从来没见过这么硬的女孩。硬？是你太软了吧？咱俩还能处哥们吧？我大晚上给你送图纸，你这么说我？哎，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还用问吗？邻居关系。这邻居关系，说什么呢？ 问这个干嘛？你喜欢他呀？我哪能喜欢他呀？谁要是喜欢他，谁到八辈子学？你怎么又这么看上我呀？图纸没问题，让他们明天弄吧。行。你是不是喜欢他？ 我喜欢他说你渣男的样子。